今天是什么东西？巧虎大便玩具，这又是一个奇怪的玩具。打开来看看，里面有一只巧虎跟一个厕所，很高级耶。然后巧虎现在肚子很痛很痛很痛，他很想大便，我们把他裤子脱下来，好害羞。我们把他坐在马桶上。哎，你放屁干嘛？臭！还唱歌？什么歌啦？哦，巧虎大出来咯，我们给他拍拍手。好舒服啊！好臭哦，巧虎！把裤子穿起来，然后你可以滚来。这是一个有点高级教你怎么大便的东西。